Uncle 的话，就给我们今天的寿星一个权利。哎，很高兴。啊，可以吗？快点。我们大家同意吗？同意。啊，同意就好，不要引起公愤。我最喜欢的是曹操。曹操。哎，你这个可能出问题难到我们乐队的老师了。最喜欢听曹操，还有什么歌？陈翔，陈翔，陈翔。对对对，青花瓷，青花瓷，青花瓷，美丽的故。还有什么歌？十年，没离开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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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就满足你今天的愿望，你寿星最大啊！一首《十年》，因为这首歌又特别，也像我们之间说，十年送给大家。Thank you.